好，看到的画面你会跟着念一遍吗？网友发现彰化社头乡出现了这一间普龙宫，由于撞名台语谐音梗普龙宫，意外掀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。庙宇方面大方出面回应解释说，这代表神明承祥龙而降，普度众生。至于撞名网络谐音，庙方认为反而会加深信众们的印象，让人听了会心一笑。真的没看错，彰化出现普龙宫，庙宇撞名网络谐音梗，引发民众热议。普龙宫啊，普龙宫，普龙宫，哎，感觉好笑好笑啊！问题书你办书啊，真庄严啦。这嘛是成为一个信徒的。对对对，是会觉得很有趣啊，就是不只是拜神，而且就是感觉会让人家很容易去记住这间宫庙。啊，会觉得说对神明不尊重呢？是不会啦，因为这个就是。我们大家有一个尊敬的心就好了。这间普龙宫位在彰化社头乡，去年十月份刚从外地搬迁过来，而庙方也大方出面回应，表示庙宇名称十二年前就已经取好，没想到如今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普龙宫，普龙宫，普龙宫都有啦。哎，啊，这个名字是我们道济禅师师父取的，大师的这行龙卵，所以他说，天下之间需要普度众生，所以才。取了一个普龙宫，忌讳说人宫拎普龙宫吗？还是？不会呢，大家都很开心呢，觉得这个名字可能也比较好记。另外，在云林虎尾则出现三宝宫，名称也当上时事梗，意外引发联想。三宝，感觉蛮有趣的，我看到了哈，因为现在三宝好像都很容易是拿来弄路上的那个机车，就蛮有趣的。而庙宇附近民众表示，这个名称是神明帮忙取的。他直接讲移花归叶啊，迄阵是咪爱寺庙登记，归啊，诶名拢会跟人冲突，后尾也是他直接讲伊的身家来移花的啊。各地出现特殊庙名，也让人听了会心一笑。这林玉峰、方中诚、彰化云林报道。